人类离开了全能者的生命供应，不知道生为何，但又恐惧死亡，没有依靠，没有帮助，却仍旧不愿闭上双目，硬着头皮支撑着没有灵魂直觉的肉体，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是这样，没有盼望，他也是这样，没有目标的生存者，只有传说中的那一位胜者，将会拯救那些在苦海中呻吟，有苦盼他来到的人，这个信念在没有知觉的人身上迟迟不能实现，迟迟不能实现，然而人还是这样盼望着，盼望着。全能者怜悯这些受苦至深的人，同时又厌烦这些根本就没有知觉的人，因为他要等待，要等待，等待很久，才能得到从人来的答案。他要寻找，寻找你的心，寻找你的灵，给你水，给你食物，醒过来，不再干渴，不再干渴，不再饥饿。当你感觉到疲惫时，当你稍稍感觉这个世界的这个世间的一份苍凉时，不要迷茫，不要哭泣，全能伸手望着，随时都会拥抱你的到来。等待着你突然恢复记忆的那一天，直到你是从神那里，你是从神那里走出来的，不知什么时候迷失了方向，不知什么时候昏迷在路中，又不知什么时候，什么时候丢了父亲，更知道全能者一直都守候在那里，守候在那里，等待着你的归来，已经很久很久，
着一个，等待着一个没有答案的回答。他的守候是无价的，为这人的心，为这人的心，为这人的灵。或许这个守候是无期限的，又或许这个守候已到了尽头，但你应该知道，如今你的心，你的灵究竟在何处。或许这